大家好，我是李家國日出康城分行的 Victor， 今天就大家来 Malibu 看一个高层的三房套加储物室的单位的，那么事不宜迟，就大家看看单位是怎样的。好，咁一入到單位就見到佢客飯廳嘅，可以見到客飯廳十分之分明，空間十分之充足啦。而且仲可以見到外面一個好靚嘅景色嘅，咁就一陣間同大家出去睇一睇。咁而家就俾大家睇下由露台望開嘅客飯廳係點嘅啦。咁由露台可以見到啦，這個單位望翻出咧，可以見到一個好靚嘅球場景，同埋一個好靚嘅奧蘭海景嘅。咁單位亦都十分之開揚啦，喺度望翻出去，前面冇高樓阻擋嘅，景色十分之靚。咁跟住帶大家睇下個廚房啦，可以見到廚房都係採用翻原裝膠標準嘅設計嘅，咁就好似呢個爐頭洗衣機、微波爐。跟住廚房後面咧就係一個儲物室嚟嘅，而且呢個儲物室咧仲要係有冷氣嘅。跟住就帶大家睇下第一個房間，因為廳房同埋關係，第一個房間都係可以見到個好靚嘅海景嘅，而且個單位呢個房間入面就係四四方方，十分之實用嘅。跟住嚟到第二個房間，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差唔多，咁佢都因為廳房同埋關係都可以望到個好靚嘅景色同埋呢個嘅球場景嘅。跟住大家嚟呢個主人房，可以見到主人房有一個衣櫃位同埋有一個工作平台嘅。咁而家就由衣櫃位嘅位置，大家睇下個房間係點噶啦。可以見到佢出面有個好靚嘅海景，都係。咁而家就由帶大家由窗台嘅位置望翻個衣櫃位。咁跟住大家睇下個主人套廁，可以見到個套廁都係用翻浴缸嘅設計，而且係有窗嘅明廁。最後就同大家睇下個客廁，咁就浴缸設計附帶鏡櫃同埋有浴室寶。大家好，咁就帶大家睇完呢個單位啦。咁如果大家對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歡迎隨時聯絡翻我李家國日昌成分行 Twitter， 拜拜。